与香港同步播出。15万个员工就即系15万个包袱。如果你要公司行得快啲、远啲，你就要摆低呢啲包袱。企业利益与人性道德两者能否并存？我哋世代物流始终系一个人性化企业嚟噶。商场与战场，尔虞我诈，点样喺竞争中突围而出，立于不败之地？企业强人，星期一至五晚8:30 ，Astro Air 与 Astro Go。